弟兄，举起台湾的名，愿我庆功庙弟兄。一两日月在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李监事代表，唯心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代表，唯心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及所有人子神子人莲同修代表，当下唯心圣教苗裔道场仁义法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愿仁义道场仁佑法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外普教士圆湖讲师，及西湖教士圆峰讲师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佛会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辛丑年99天大法会，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97坛了，同时也是海峡两岸也在云梦山同时升坛，两岸和平，两岸天下一家亲大法会，在大陆河南云梦山八卦城王禅老祖圣殿，我们这一坛法会由唯心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吾法师杨清和副秘书长以及祭祖总会吴翁奇会长秘书长圆义法师共同同心同德，还邀请我们的李监事代表每天香花钱香花营恭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清朝时期徐福东渡日本建国以来124位天皇朱建宁，是由后裔北移韩国204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宁，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
3760次大小战争，王蜀军民认领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蜀军民认领何惠仲等，均一一相发请、相发迎，来去台湾净土，为君圣教，千佛大禅堂，端坐莲台，听经闻法。尤其我们也尊天法祖为过界堂上祖先，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啊，家中地基足，工厂地基足啊，以及个人的礼节冤亲债主啊，往生未满一年诸灵年位啊，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年位啊，与地球世界196个国家农业杀害啊，冤魂染动诸灵，一概同等平等的供养啊，这是王禅老祖大悲愿。啊，这个99天的法会，现在已经是97堂。啊，明天早上我们要为啊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和法会上坛上各国联位诸祖灵。大皈依，南天33天王，玉皇大帝，啊，这是一个圆满的净土。微信。这两天好，南天净土是圆满净土啊，南天净土在上西方极乐净土，所以老祖开示务必尊天法祖本着为国修道，为名扬两界祈福，要往生极乐净土必须经过南天净土才能圆满，若是不经过南天净土，我们要直接到达极乐净土是很困难啊。所以王禅老祖从民国71年7月23日开启南天圣门之后，诸天圣神、龙天护法都从南天门光降台湾净土啊，并由王禅老祖和着开天九大菩萨啊，同心同德啊，以法来
会有会佛会祖灵，所以王禅老祖领奏天命，开天九大菩萨在后面啊护持，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啊，才有今天这么多的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大家的目标理念都是一致的，来世间是要圆满往昔多生以来的心灵世界，所以老祖开示我们维新圣教是娑婆世界的净土啊，在台湾啊八卦圣城啊成就了维新净土，这八卦天君妙莲台的净土，所以这是圆满的净土啊。我终于悟了，所以王禅老祖他的上圣智慧，我们若是修行还不够，我们追不到，所以才将这个法会拉了这么长的时间，105天啊，到现在99天的大法会，即是要建设一块人间净土，就是圆满净土。我终于悟了，所以这个在开天的当时啊，释迦牟尼佛他开示了要成就成佛的法门，就是啊八正道，佛法八正道，要正见，发的正确的思维，到现在的正语，接着正业啊，正念、正命、正精进，正定，这是圆满的净土啊，圆满的法八正道，啊，昨天已经为各位阐释了正见，正确的思维，接下来要正确的说话。我们既然有这个身体了，我们要将天上界啊诸佛菩萨的法门要讲出来，利用我们的口要讲有利于他人的生命的活力，这个话才可以。尤其本法门，我们所有的维新弟子啊，都学了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风水
和宗教。所以我们所有同修为各界善信大德指点人生方向的时候，一定要很正心正念的来开示易经大道它的调和法则啊。若是你卜了一个卦象，你必须要依法来解说，而即是告诉人善信大德天人合一。所以易经出来的卦象是在开示我们所当下的思维啊，如何才能达到他的本性他的本愿，这才是正确的说话，绝对不能以妖言惑众不事实的话语来说出口来，给人家带来烦恼，要给人带来希望。这是王禅老祖所开示与佛法啊完全相呼应的八正道。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南道场将在国历111年。所以王禅老祖在这40年来开示我们的人生方向，都是开发人的光明愿，而不是给人家打击，而不是给人家掉入陷坑黑暗。那我们要护因果呢，不要开玩笑。所以开天九大菩萨啊，王禅老祖就以中华文化易经的卦象来通往每个人自信天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以出来的卦象都是一致的啊。所以各位同修，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弟子们啊，你们已经领了天命，所以要为众生残劫开示该为不该为，不该为而不为啊，这样其实啊，你的口是与佛与如来一致。所以易经八卦六爻啊，它的变化都是如来开口，都是天理天道，绝对正确的。所以各位维新弟子同修们啊，你们要为各界善信大德啊指点疑惑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不要被外表的虚伪行动行为所诱惑而改变了你的正确的思维啊，改变了天意啊，这样的话你们要负因果啊，这个正应了
弥勒菩萨所开示的命中若有自然流，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啊，积善可做的就去做，不可做的绝对不要去冒险。啊，若是一个人啊不相信如来所开示的话语，天理一旦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而造成很多不可收拾的遗憾事情的时候，那你的终身就会有遗憾哦，甚至啊，颠覆、颠倒，啊，无法起死回生，必须等到百年生。所以，各位唯心弟子所修的道法，是上天如来啊的化身。啊，指导众生，所以这个即是我们正确的正语，正确的说话，这非常的重要。啊，接下来是正业，正确的工作。每个人要来工作，都有他的业报和业力。啊，所延续下来，你用意就可以了解他的业报，尤其在动摇就是他的业报。所以你们看到易经动摇的地方啊，阴阳变化啊，自有吉凶祸福。所以各位唯心同修弟子们，你们即是承担了如来志业，如来的天命啊，在来世上弘法利生。所以一旦各位同修明两两界的啊菩萨们来到世间了，要有正当的事业，如来志业。而如来志业是过去生到现在到未来生，这视线在卦中，不要只看64卦而已，384爻啊，还有千变万化啊，都因缘果。所以你要懂得易经它的真禅奥义的时候，你必定能够为善信大德他们指点他的正确的如来志业啊。啊，这即是功德无量啊，你能为他人正确的禅解，该为不该为，不该为而不为的时候，那你就已经告知善信大德诸位菩萨们，这一生当下性所决定的事情啊，一定是他的无量劫来所延续到现在，延续到未来，在当下性的啊六爻啊，八卦、64卦、六爻的动、变、静，好的原则，祝福各位。请收看唯心。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
当下法会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天圣神佛菩萨诸祖灵们，阿弥陀佛。唯心圣教的教法是圆满的，在世间上王禅老祖传这个易经风水学和宗教学由我们所有这么多的贤士同修来接法来修行经过正道之后，我发现我们所修的你的每一个卦象都是在凸显如来在你的身上在为众生解答人生的方向。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凡事皆占即使让你的如来性时时在你心中所以有人说哎呀我要修到明心见性我要成佛去成佛就成就为有智慧者为成佛所以成佛就是大家都要有智慧。那么现在大家我们的谨遵王禅老祖的圣事将各位归一天人合一，你卜出来的卦就是如来开口，你当下已经见如来性了啦。安听有无自己要珍惜。那么现在法会坛上朱祖灵也一直要进入各位唯心弟子心中同修同参如来圣华，就是易经八卦六十四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以各位同修，你们所学的是一个圆满法，圆满法，圆满法是圆满天人在当下性任何一个时空所凸现出来的时间空间地点和人事物吉凶祸福寥寥分明这个即是各位同学所说的所修的以佛陀所开示的八正道正业相辉映安听有无？感恩两个听有无？等于说你们所修的法，就是如来开口，如来上圣心法，即是正业。再接下来正念，正念要知足知足才能长乐所以卦中示现出来的是错误的卦变出去的
啊，这个卦象不好的话，那你就坚持原来，稍安勿动，不要贪心。啊，有时候人要投资做事业，买股票啊，那挂出来了，挂中没有财，你就开始要阻止他啊，你的如来本性不适合来投资贪恋。若是你不信，出来的果一定与卦象相吻合啊！所以各位同修，你们要为善信大德、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指点如来的正念的心啊，这样才不会造成遗憾，天下则太平也啊！啊，这是王禅老祖他的大愿，要天下太平，这是其中的一个智慧的指点方向。所以各位同修，你们一定要把易经，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要修好学好啊。接下来正命啊，正确的知道自己的命。弥勒菩萨在开天的时候来了啊，发表他的正命，开示曰：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众德。这句话讲出来啊，震撼了开天九大菩萨啊。所以佛陀开示了八正道啊的正命。那么文法的正命就从易经里面查知六爻啊，它的四爻和卦中有没有财，有财就是命中就有了，没有财那就没有。有如天山遁，你要去求财啊，龙云蔽日，那你就告诉他没有这个命，不要贪，不要勉强，要知命。那在一个从命卦禅解里面就可以了解到他命里面有没有财，有没有福，祖孙有福，有没有官啊，有没有贵，有没有文昌。所以王禅老祖传了易经八卦六爻的真禅奥义，真是上圣的心法。知命啊，要了解到自己有没有这个命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啊，大家要谨注谨记啊，如来的心啊。再来正业正命正念正命，接下来正清净。当人有烦恼遇到障碍的时候，来求问于你，
你可以用意卜卦，从卦中就可以了解到他的命中和所需要的有没有。若是卦中没有财，你要精进，那你就改变方向，不要勉强去投资，起贪念，那会陷入困境。若是卦象出来有进神的时候，那就告诉他要努力，要正确的精进啊，这样才不会遗憾。所以挂出来的动摇精进的话，进神的话，化吉神的话，那你就可以勉励他，可以依照这个方向努力去做，就不会有遗憾。混元禅师，若是动摇忌神动来克你的用神的时候，那表示要停止稍安勿躁，这样的为他指点方向，即是如来开口，而你的如来像善信大德的如来本性，说是当下的迷惘诸事，你则功德无量，你就是如来开口啊，这即是八正道的正精进的一个案例。到最后正定，正确的禅定，正定正确的禅定是心安。心安的法门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成道，一定要先安心，安心之后才能心安，这是真理，然后才能圆满。圆满法啊，圆满如来本愿，所以用意占卦是为各位如来本性和你的所修的如来本性相呼应，然后告诉善信大德他们所希望的、所要求的啊，是不是如来性的本来意啊？所以我鼓励我们所有的唯心弟子们啊，你所修所学的一定和佛道双修啊，才是圆满的。佛法也是圆满，道法也是圆满的，佛道双修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圆满。圆满之后，你就成就为有智慧的人，也就是
有智慧者，即使就是佛陀啊，所以希望我们唯心弟子要多听佛法，多参佛法，你为人指点人生方向，才不会偏差。尤其会来求问于你们的，都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他的列祖列宗诸祖灵进入他的心中，要来与你印心啊，找出他灵魂界所希望，再来就他的指导灵啊，指导灵就会来问你啊，问你你要一个很正确的答案啊，衣食修行，衣食指点他当下性所需要的啊疑惑问题。所以各位同修啊，你们现在所修，即是王禅老祖所传给我们的圆满法啊，这是一个圆满净土，也是唯心净土啊。希望各位同修们啊，今后开始要多将易道、佛法、圣华相比拟、相同参，这样才不会误人、误了自己啊！则天下太平啊，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社会上少一个烦恼的人，就多一份和谐和平的净土，那你们各位同修功德无量啊。所以我们在明天98坛啊，我们就会举办啊法会三界万灵名扬两界啊同归一的大典啊，仰仗王禅老祖玉皇大帝慈悲慈云素福啊，开天九大菩萨的加持啊，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加持，法会坛上啊诸祖灵能够印心觉明，灵光显现，共同成就唯心净土、圆满净土、蓝天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成就为光明天，就是蓝天为光明天。我们每个人都从蓝天而来，从蓝天而降，来到世间走一趟，所寻找的路就是要再更上一层楼，从蓝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是我们共同的天命和我们共同的本愿啊。听有无？好啊，那明天我们就早上的大皈依，下午就有阳界的人的大皈依，后天早上啊，我们开始啊，早上七点开始要斋天叩谢天恩啊，下午在这里由幻变学院圆松禅师院长主坛啊，为金刚上师来
施食啊，普度群灵啊，来时饥去时饱啊，大家然后高高兴兴回归各自本位，成就成佛去吧。祝福各位，我们现在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你所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烦恼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